借了一个那个盆过来。杀猪的盆呢？杀猪的盆。我还说你到哪里去了？快点把它装到上。提前要给它准备好。嗯，准备好了，明天烧。哎呀，你慢一点了。哎呦，还是很冷。哎，你不要好远了。刚哈，一米多近。这么远。因为明天烧猪嘛。明天烧猪，我们今天把东西给它备好。是。去隔壁家那个借了一个盆子。我们那盆太大了。首先杀一个黑猪。对。就是前几天很多粉丝朋友们想要熏肉，那个熟食两头猪的新鲜肉。今天杀的第一头猪是一个大黑猪。嗯。我们来求购。没了。你把北盆拉上帮的。哎呦，那盆要用开水先把它洗哈。你看他们这里这个东西，看像以前看那个叫什么电视剧里面那个上山抓药，就是背着这个以前的郎中，其实在他们这里这个叫背叉，就是山路有点陡峭，用来背东西的啊。有些人说这个像椅子，家人们明天早点在7点钟我们就开始杀猪，早点来我们直播间看我们明天给家人们分享的第一头猪，肉很漂亮的啊。两头小土猪儿啊，刚刚这只母鸡跟那个猪猪睡在一起，好像你这里面应该有鸡蛋呢。你的肉好不好吃？猪猪，二师兄，你的肉好吃不？好吃啊，那我改天尝一下你的肉啊。你看这个猪娃子睡了席梦思的床。家前的也跟他说你不用和高车子开车，他你和他两高。上次这个老人家说我们在他们家里来收肉，提了两块肉，不给钱呐、啊，因为没给钱是不是？这老人家真的不会讲话哦。他很可怜，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好厉害的，我跟你说。经常打桥啊，这是。他动不动要打人，吃了他的饭也要打人。我从小都没在他们家吃过饭。嗯。现在导还拐耶、我们在他们家来看一下、看一下玩一下，他以为我们要拿他东西。喝酒，哦，我们打的滚子打是吧？这个好吃耶、啊！这个好吃。吃点回去引他吃。就这样搞点盐，没有，有酱拌子啊，加点折耳根啊，混在一起凉拌。哎，你不要扯那个老的，扯这边嫩的，这边嫩一点，对。这个菜下饭啊，回去把它凉拌，下火锅。我发现其实这个是野生的，说是野生菜。这边嫩一点，那边太老了。这边你看，这边一窝窝，老的没那么好吃。你看颜色都看得到，这边嫩一点，这边冷些，你看吧。拿回家再理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我们家菜现在长得好好，够了吧？吃一餐的再弄一点，边边上，那边，哎，这边，对。这个、嗯，不是我人只想你们男的，我。啥时间家喂那么灰的吧？那是喂那么灰吗？一早看到老爸和我哥都在搓帽子，爸，有叫宣子。
现在叫轩子又叫么子，嘿嘿，是恁哥的吗？都认识，是恁舅的吧？你舅给我看呢。哟，你瞧我，你莫给我把这儿搞的个屁！哦，不能搞啊！你舅，他个，你个这了哟！我那不是不行，你要这儿他连到车子上头都进的。哦，我要这么年纪，你那么久太慢了。你哦，你那么久也可以啊。那不可以那个嘞？那你那前个师傅说的话，我不上班。我只打不了个头儿的嘛，就是。哎，就是往里去，他们娘这儿。嗯、你那酒的不行，你那酒的不行，没酒上劲。我那没酒上劲呢，不行的话都你不行，你们老是你得行点儿啊，这是得行，有点儿。好福气哈，我看你啊，身体蛮好吧啊。他好勤快，我跟你说。身体蛮好，因为每次我来。他要是会说话呀，你可好家，他好勤快，好把家的，我跟你说。他在指那个方向是吗？他说。柴。哦，有柴。哦、他柴火就弄得最旺的，我告诉你，他什么柴都往家里搬，你看。到处就是柴火啊。对。勤劳人家，勤劳人家啊。嗯。他腿杆子大的。嗯。我、嗯哦、腿摔跤了是吧？哦，腿摔跤了。嗯。不要那个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嘞。你在说假话，我这他又不是听不懂的。听懂吗？他听得懂。哎呀。他好勤快啊，真的。你看，腿子蛋蛋都还在搞柴。这个脚摔了这么长一条口子。对呀、啊哦，他去住院了的、哦。受苦了，老人家啊！下次去山上砍柴要小心啊，小心不要摔到了。这个摔到了厉害呀、啊，很疼呐、啊。好，不知道是什么摔了的。嗯、他断手术的，你没看到？摔到了是吧？你看他腿杆子不是断手术的。哦。哎。你看他腿杆子断院断手术的，这么长的那个红河伤口。对，有时间你想吃什么，我们过来，我给你买。我随时开车下山哈，因为你们这里下山也不方便。想吃什么？他刚才吃粑粑，你没看到？我下去给你买上来吃，可以不？想不想吃水果？想啊，下次我给你带点水果过来啊。下次我给你买一点水果，像你喜欢吃苹果、香蕉或者橘子，给你买一点，哈，哎，好好把身体照顾好。哦，黄子啊，哇、哦，不能讲话是不是？他是我五爷爷。老人家很善良的，看他的面容就知道啊。你别像俺拐爷。这个拐不是你。他年轻的时候打人的，总是。人有个性舞，就是我们农村说的鹅罩。小时候不能吃他家的饭，他很把家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吃他的饭了之后，他就怕吃的没有了。他吃的吧。对呀、啊。哦。急的，小乔，看一下啊。好勤快的。干活的人嘛。对呀、啊。这个手上都刻下了那种岁月留下的痕迹，还有。你叫他爷一个。经历的。你叫他爷一个。耶一个，这样子啊，耶！来，我们对着镜头来，对着镜头耶一个，来。对。对，耶，来。哎呦！你叫他把手指出去。我说怎么着急，耶！哎。